你这是让鬼通！好你个叛徒啊！合着这些年我起起伏伏的，全是你搞的鬼是吧？你赶紧把合同给我交出来！大哥，啊，这是从立冬家搜出来的。 怪不得呢，原来你也是沈桂平的儿子，难怪呢。再算上那个西西，合着他们沈家那几个小崽子一个都没死，啊？嗯，你，李东，你我这么多年好兄弟，我不相信是假的，我也不想看着你死。 赶紧把合同交出来！哼，你以为你不吭声我就拿你没办法了是吧？你刚才不是把合同交给沈其南了吗？我倒想看看，这个沈其南知道你被我们抓住了，他会不会拿着合同来换你？窦婉英，这次你死定了！ 鹿死谁手，还真不知道呢。